小情侣为了活命纵身一跃，成功跳到了对面的大车轮上。正在他们庆幸逃出升天的时候，绿机器人居然再次追了过来。只见他一个弹跳，瞬间挡在了小情侣的面前。绿机器人刚想把女孩抓回去，就被突如其来的火箭炮轰飞。原来是朋友开着飞机特意来救他们两人的。然而泰迪还没来得及上去，飞机就已经飞走了。女孩见此赶紧丢下一捆绳子，泰迪虽然精准地抓住了，但绿机器人也用脚踩住了绳子。接着他拽住绳子的另一头，开始大力拖拽直升飞机。眼看飞机就要被他拽下来，女孩赶紧把大刀丢了下去。泰迪接到后赶紧割断绳子，这才逃离了可怕的绿机器人。